A fucking committee in China in Beijing. Uh-huh. And send me a link. Okay. 开始周赛 败者组 Nienbusters Oberstnu 这个对局是他现在练习 Joker， 所以看看这个Joker是怎么打。 其实 Oberstnu 来说， 这个对局本身其实力回向还是非常麻烦， 然后其实阻止回墙的回墙方面也是比较麻烦， 所以Oberstnu 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对局。 但是你也知道这个特别麻烦， 主要是你也是知道怎么打Terry， 所以他也就是拒绝近距离， 然后慢慢等那个他的压森就可以了。 但说明如果压森没了， 那就肯定有机会了。 好，现在红火哇还没死，但是这个是直接回城是漂亮，我们是可以。哦，艾拉盖子，这个是其实他知道离开，所以他直接用帕瓦盖子，如果没成功也他不会被惩罚，所以很好的选择。 红钱，对，先Oberstnu也是不用着急，因为他现在三条命，然后如果被场外就拜拜了，所以看看。哦，对，Tetra康，这个有点可惜。虽然Oberstnu也有办法刚才的回场，但是真的很特别特别难度高的。好的，这个刚才其实你也估计没有来得及吗？我有点怀疑。 给红钱，红闪，再次抓住红钱，红钱。好，现在。 有点微妙的百分比了，现在哦 ，nice， 但是还没死，这个是如果能死的话，就Oberstnu来说特别放心的，但是，哦，不敢过去，对，这个真的不敢过去，对，再摸一再弹，枪抖一下，对，就是碰，过也要出来了，对，那最大的问题是还是这个，对，碰了就死，对。 这个是近距离的最可惜的点。这个是不用接了，不可能，这个他的训练队来说还是需要。然后他自己说他要想练习 Joker， 所以这个漂亮，这个非常漂亮。好，但是一条命一条命。 但其实 Oberstnu 来说最恐怖的是还是阻止回城，对他就回有压森在的时候的阻止回城真的就拜拜了。OK。 先哇，这个是松动了吗？啊，这个有点情况，先回枪，但是对，哦，对，现在哇，这个是死吗？哦，还是，但可惜他没有压森了，然后他又够，这个一波就追回来了，对，是的。 这个是念也知道，但一下子开始只能现在试探摸摸摸啊，不能进去。88，耶！哦，对，勇气，但是必须得用，要不然红红能不能回来？啊，这个有点着急了，就这样。红红还没死，又摔落，还这个大哥，哇！
哦，这个戒指他继续防御，如果跳了就拜拜。他，但这个有点，如果没有那个防御吗？现在是1-0吗？现在1-0，然后这个是 BO3， 所以如果集结念胜利的话就结束，但是如果 Nunu was Nunu 胜利的话，他还有几个。这件是不是特别？摸到了。对的，这个是非常非常麻烦。这个当面聊的比较多，他们是，这个对，他们是。1-0。好，你和默默。好，现在这个非常漂亮的击杀，但是哦，真正有接到的话，就 Terry 也是可以在边上早点击杀也可以。好，现在。漂亮，现在百分比是差不多，因为这个连招成功的话就差不多。然后这个这个包围不有点完毕，但是这个漂亮，读到对手的回墙，这个有点可惜，又来啦！但是87是不可死，但以及这个百分比的话，哦，真的吗？这个是空前第一段空上像什么似的。一种传说的连招，哦，这个是先念也是不需要那么着急，因为他现在就是先对手在这啊，这个是他以为哦，下什么什么下什么时的话可以哦，还没死 ，Oh my god， 哦。这个麻烦了，德瑞能不能落地？落地了，但是这个啊，这个攻击判定太大了。好，现在不好说了。好，漂亮，然后有这个，但是。啊！王红，能不能回来了？哦 ，Are you okay now？ 啊，好，恭喜念2-0